个那种小很小那种，那不叫蚊子，那不叫蚊子，自带光环，那带自带蚊环，就在你眼前这个位置，看吧，一般来说，边走边有，而且有时候会飞到你眼睛，哎，这有，就你在走了，它也跟着你走，是为啥呀？因为你有热量吧？不知道，你有汗臭味，把它吸引过去。就有你走一段肯定就没了，但是你走的时候会有一段路你走的。我以前特别讨厌那种蚊子，现在跳起来用手指一挡。